第一个单元就是建制部分做完。如果你有些细节假如没有注意到的话，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的这个讲义。那再来就是说呢，安装环境里面呢，这边有个懒人包了。懒人包其实就意思就是下载之后呢，其实就可以用了。但是要注意一下哦，这个懒人包里面哦，你还是要自己安装那个 Python 363啊。如果你不装，其实它也是免安装版，你可以解压缩到某一个地方。然后 Eclipse 要告诉他说那个东西在哪里，好，所以两边要互相串在一起哦。如果像刚刚有同学没有串在一起的话，那很容易就是发生问题啊。那个问题的话，当然你一执行，可能建专案它就不给你建了，所以特别注意哦。这个 interpreter 里面哈，这个里面一定要有东西，所以没有设定好的话，那这个当然就不能跑了。这个地方设定好，有点像是告诉 Eclipse。Python 的位置在哪里？它的相关的函式库 library 什么什么东西都在这边。啊，如果说发生错误的话，哈，这些都不能跑。OK，所以当然，啊，另外就是说，如果有什么现在有3.65、3.66新的版本，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可以重新再选取新的版本进来，它会有新的，也可以更新呐。比如说，你可以把它 remove 掉，再重新 new，重新指定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。哦，甚至之前有同学发现什么，就是他 Python 好像有点。环境有点怪怪的，那怎么办？重新装一个，重新指定就好了。哎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因为有时候这个环境你要找出它到底哪边出错哈，倒不如你干脆重新砍掉，重弄还比较快。所以有的时候哈，建议像这种环境懒人包重新解出来就开始，你也不用去管啦。像刚刚同学出现叉叉，算了，不要理会他了。因为那个问题有时候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，反正你可以找一个好的环境就好了。哦，反正程式写出来，因为你知道那个。问题之后呢，然后呢，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啦，因为你也没办法，因为那不是你弄出来的环境，你需要的是赶快把你的眼前问题解决才是对的。不过我发现很多人都一直钻牛角尖，哦，钻什么，就是那个不是很重要的地方哈，反正最重要的是我的习惯是这个错了砍掉，直接装，赶快把问题解决，弄东西交给人家就好了，其他。好像也没有那么，我是这样觉得啦，吼，不然的话，生活实在是永远有解决不完的问题，对不对，吼？所以千万不要太执着在这上面哦，不然的话你会很难过，你会觉得这东西哇，实在是太麻烦了，好，OK，好，那就弄好了，对不对，吼？然后其他的话，记得你的那个 workspace 哦，journal 里面哦，特别重要，只要是每一次建了新的专案哦，你可能要检查一下 CPUTF 八。如果不是的话呢，那可能会出现乱码哦。像刚刚之前有同学好像改没改对吧？你如果没改对的话哈，假如呢你直接 run，你会发现哇，有没有发现直接变乱码了？有没有？如果你刚刚打的东西，你那个换一个环境哦，没设定好就马上变乱码，而且好像直接执行哦，它会哎，你看这个乱码在执行 OK，哦，不过这所以你要注意一下。这边有没有设定好啊？这些都是蛮重要的。以后如果你这些没设定好哈，就会一直都会有问题啦。所以这个如果都可以解决，以后哎马上又恢复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其实它编码方是对的，马上就看到是对的东西了哈。这个地方的话，那请各位哈要注意一下。那其他的话呢，请各位回去哈，有一些东西呢可以阅读一下。当然我刚刚讲那个参考用书之外哈。我在云端上面呢，也有放那个讲义啊，不，分享在这个里面哈。安装环境有懒人包，啊，然后后面可能会用到一个叫 Notepad++，这个还蛮好用的。这个东西呢，记事本加加，可以看到有一些你要看的东西，可是你没有用这个软体看不到的，好，那所以这个建议装一下啊。另外呢，如果你 Eclipse 开起来之后，像刚刚同学好像有那个错误讯息，什么 JDK 什么什么的错误讯息吧。那你可能如果看到 JDK 哈，或者是那个还有什么 JVM 哦，JVM 什么，他好像会跟你讲说什么 JVM 没装还是什么。那很简单，你就是把这个下载装在你电脑里面，这些问题就搞定了。因为 Eclipse 它里面哈很多地方都会需要用到 Java 才能够执行起来哦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个 JDK 如果你假设啦，你回去。有遇到像它出现什么 JDK 或者 JVM 的什么
抽讯息的话，很简单，把这个装起来就搞定了哈。那这边都有了，大概遇到状况哈，懒人包，如果你的环境不 OK，反正你就懒人包解压缩就可以了。另外的话呢哈，还有就是说呢，我们用的回去的话，也许你可以把讲义里面，因为有些东西哦，我把它弄成 PowerPoint 的形式啦，包含就是像简报，这个好像跟云端的其实类似。那第二个单元回去，也许你可以先稍微看一下所谓的基础语法跟那个结构控制。那基本语法里面的话，当然第一个变数啦。那我刚刚讲过了，什么叫变数？其实刚刚的 A 跟刚刚的 B 跟刚刚的 Sum 都是变数。那其实变数啊放哪里？其实就在电脑的记忆体里面的某个位置。那我们没有办法指定，反正呢我们东西就放进去了。哦啊，变数里面还有个概念，就是说呢它是什么形态？啊，最常用到不外乎就是整数，哎，五、三。那如果未来哈，假如你是5.3的话，那就是有小数点，一般叫浮点，就是 float。啊，另外如果你要输出，要变成字串，有没有？啊，所以这部分的话哦，变数，那在 Python 里面呢是不需要宣告的，什么时候会存在？就是当你第一次赋予值给它的时候，它就存在了。所以如果你第一次赋予像五，赋予给它 A 就变成一个整数的变数了。好，啊，如果你第一次赋给它一个什么呢？假如说你第一次赋予给它的是 A 双引号，有没有？这样的话呢，它就变一个字串了。好，啊，如果你是3.5，B 就变成一个 float。所以你们可以利用 type 有没有？假如我 type B 的话，它就会基本上会告诉你，哎，这里面是一个 float，有没有？3.5嘛，哦，float。哎，不过它这边的话，它是说什么呢？哦，A 加 B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输出的话，它会出现一个错误了哈。Type L must string not float，它不能是一个 float。哎，A 加，对，对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嘛，就怎么样？再把那个哎转型一下，就在 A 的前面加个什么，INT 不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先把那个 A 怎么样？它是一个字串嘛，那不能运算，所以怎么样？你可以把它先转成 INT，再跟 B 相加，哎，可不可以啊？执行看看。所以回去的话，你也可以练习一下，哎，有没有8.5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然后并且告诉你说哈，那个这边的话，我是那个 type float，我把 b，哎，不过 b 本来就是已经是 float 了，所以你如果把这个 b float 拿掉的话，那基本上啊，它应该也是 float 啊。所以基本上啊，最常用到的资料形态啦，就三个啦。目前看到的第一个是什么？字串。第二个是 float 浮点。那第三个就是把它转换，所以 int 加在前面之后的话，那它就会变成本来是字串，那就帮我变成整数哦。所以以后哦，这个形态哦，你不能错，一错它就会出现 type error，对不对？啊，type error 哦，如果没加，像这个刚刚没加，它就出现啊。不过你也不要紧张了，我觉得 Eclipse 还蛮不错的一点就是说，它会马上告诉你，所以你也不用紧张。第一个点它一下，第二个 type error。他还跟你讲说 must float 啊，不过其实你用 int 也可以。那你想说老师，那我可不可以用 float？可以啊，copy 它，把它加在哪里？加在这边，前括弧，后括弧。不过呢，如果是五，把它变成 float 的话，它变成什么？5.0，5.0，哎，它会多一个小数点。好啊，如果 int 就是五了，就大概这样而已哈。OK，所以这部分的话呢，回去啊，请各位就是，再把那个变数的部分概念稍微熟悉一下啊，里面它有那些说明的哦，它在这边有叙述啊，什么变数，顾名思义就是，哎，好了，讲这么多，其实我觉得倒不如实做一遍来的直接一点啦，哦，有些东西，那里面的话呢，当然你就赋予值，然后80赋到 scope，然后你可以呢，哦，随时去变换它的形态，像我们 int 啊，float string 哈，啊，另外的话呢，注解。这边的话，如果你要注解，比如说某一行不执行的话，比如说什么，这边前面假设你要加一个什么呢？
一个注解啊，比如说什么什么 A 加 B 之类，假设这个 A 加 B 是一个注解好了，啊 A 加 B 注解的话特别注意哦，请你在这个前面加一个什么，加一个井字号，它就变注解了，哎加一个井，好啊，其实哈我的习惯了，像比如说我今天呢要加井字号，我的习惯就是直接Ctrl 键按住，再加上那个斜线。斜线哦，Ctrl 加斜线哦，这样就注解了。那取消注解就 Ctrl 再加斜线，就再取消注解。啊，所以哈，其实像这个很好用的地方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这整个都要注解的话，以前是一个一个慢慢前面加井啊，现在不用了，整个选取起来，整个 Ctrl 加斜线，整个注解了。那整个取消呢，整个再按一下就取消了。啊，所以其实哈。哎，这招已经够用了，够用，因为其实另外还有一种三个单引号开头，三个单引号结束，有没有？就是整个范围的注解啦。不过那个我很少用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就好用，这样就好啦，干嘛还要三个单引号开头，三个单引号结束？所以有些东西我就把它忘记了，因为那不太重要啦。有这一招就够用了。所以哈，Ctrl 再加斜线，整个注解。Ctrl 再加斜线取消注解，那我可以经常，比如说我要测试一些东西的话，那我就可以写很多的东西。那我暂时不要执行的，我就把它注解掉啊。OK，好，大概类似这样。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哈，回去也可以自己再针对那个这个井，那这因为这个哈讲义里面没有特别讲说用 Ctrl 加斜线啊。啊，另外的话命名方式哦，可能要注意，不能以数字作为变数的名称，啊，意思是说你开头一定不能数字啦，比如说你可以用 A、B、C，但是你不能用一二三，OK 哈，不能说一等于五，他一定会搞不清楚什么一还是五，好，所以记得啦，数字不能当变数，这个应该很好理解的哈。然后呢，第一个字也不能是数字，OK，你开头的像那个什么，这个地方也是不，假设啦，你用 A one 可以。但是你用什么？EA 不行，会出错。OK，哦，你可以把数字放后面，不能放前面，那应该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这个相关规则，然后呢，不能有底线，底线可以哦，以外的符号。所以很多同学啊，经常会用一些奇怪的符号啦，我都习惯只用底线，其他符号我都不要用。哦，像什么减的符号，有些可以，有些不行哦。像星号什么号，反正符号里面呢，我只用底线。那这个好处啊，不管写任何程式都一样。这个好处就是说，以后我就不会多出一些额外的问题啊。所以有些问题怎么发生的，都是因为你不注重一些细节。像我这些细节都已经记得很清楚，所以我程式写出来就比较不会有那些杂七杂八的问题。所以有时候我会讲的，为什么你那个会有问题，其实不是我的问题，是因为。你们问了我的问题，我把你们的问题当成是上课应该跟你讲的，啊，所以有时候你们那些问题可能我没有发生过了，所以我是看你们问题我才知道有这个问题，啊，因为我尽量都是按照标准化流程，就不会有问题，啊，然后不能用保留字，这保留字里面很多啦，比如像什么print 这个不行，for 回圈 while 什么那些。有一些已经用掉的那些关键字后面会用到，那当然就不能当成是我们变数的名称哦。OK，那其他的话还有其他的变数表示法了，所以你等一下也许可以练习一下，就是说 x 啊，等于 hello 了，但这个我建议是 s1、s2、s3、s4 哈，啊里面分别呢放什么？放不同的东西，就我们刚刚练习里面的话基本上。就是练习什么，一定会有个 string 字串嘛，哈，int flow 啊，这边会多一个东西哦，叫 list。哎，什么叫 list？这个也非常重要哦，后面会不断出现，一定是中括弧开头，中括弧结尾，里面可以放很多个资料，因为一个变数里面只能放一个，可是一个 list 哦，你可以放一串东西，这个叫串列啊，中文意思叫串列。不过它有点像是那个什么，VBA 里面的叫阵列啦，哦，但是它有一点不一样，
阵列呢，里面是一定要放同一类型的资料形态，比如说里面都放整数的话，全部都是整数；字串呢，全部都是字串。但是串列有个好处，就是里面哈，你可以放不同东西。OK 哦，所以呢，你可以有的放什么呢？这个可以放整数啊，这个可以放字串啊，这个可以放浮点等等的，没有关系，它都可以随便放。啊，这个概念比较像 Excel 啦，Excel 里面储存格，你爱放什么就放什么，你要放文字、放数字、放浮点，什么都可以嘛。所以其实它也比较符合那个大数据分析的那个资料不定的原则啦，因为来源不定嘛，你不能说我这个格子只能放什么东西哦。所以 list 也是一样哦。然后你可以用 type 的方式去观察里面的形态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中括弧开头、中括弧结束的话，那你可以 type 这个。它会出现的话，就告诉你说啊，这个是一个 list 啊，那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去查看每一种变数里面的形态。那还有呢，程式里面如果有中文字的话，哦，理论上是要加这个一个井开头 coding 冒号 UTF-8，哦，不过呢，因为我们已经设定好了，所以这一行可以不加。不过如果你不是用 Eclipse，可能要加哦。如果在其他开发环境，它因为没有办法设定嘛，所以可能要加哦。啊，这边我刚刚有提过了，你可以这几个都整数啊，这个是用那个字串啊。转换的方式就是你可以用 float、int，所以刚刚有练习过了哈，所以这个你也可以互相转来转去，反正这就是那最后可能你们会遇到比较多的问题哦，大部分都跟形态转换有关，因为很多同学没有概念，真的我发现很多同学那个在 Excel 也好啊，VBA 也好啊，都搞不清楚。那这明明是一个，一个数字吧，其实它不是，它一个字串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用错了，结果就会有错误出现，形态错误的发生，所以这个可能概念要，float 就浮点，浮点就是有小数点，然后呢有 int，还有 string 啊，就整数哦，int 就是没有小数点，整数，string 就字串，啊，另外可能会多一个，像刚刚有提到那个 list 嘛，啊，其实。可能还需要讲的叫 daytime，日期时间，不过日期时间实在太特殊了，所以这个也许我们额外另外再讲，不然放在这里哦，哇，可能你又要头晕了，因为之前在 Excel 里面一样嘛，你年月它其实就是一个整数嘛，只是年月是要分开来看，这个真的很麻烦，所以这个也许另外有用到的话，我们再来看，其他的话也许你就资料形态，再来的话呢，有一些。重点就是说哈，这个 tab 哈，缩排部分哦，以前 VBA 你不加缩排没有关系，但是呢，Python 是没有缩排不行，它缩排视为程式撰写的一环哦。你的下一阶，如果你没有把它按 tab，很抱歉，程式会错误。这个后面还会特别讲，就是尤其像那个逻辑 if 啊，else if 啊，你如果没有 tab，因为之前 if。下一阶有没有？下一阶，如果 VBA 没有没关系，但是 Python 一定要加。像 for 回圈也是一样，for 里面的东西一定要下一阶。如果你不在下一阶，很抱歉，程式会发生错误哦。这个 tab 很重要啊。其他的话，也许我们有讲到再特别提啊。另外还有换脱译字源是说，你假设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字源哦。比如说，你要在字串里面输出双引号怎么办？啊，双引号在程式里面有没有用到？用到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要再输出双引号的话，记得要在前面加一个什么？脱译字源，啊，这个是反斜线，不然的话呢，你在程式里面哈，假设啦，我希望在这个程式里面哈，加一个什么呢？加总这边加一个，加总外面帮我加一个什么？双引号，再一个双引号。你会发现哦，这样它输出会怎么样？输出变成两个，它会出错，有没有？它看不懂这什么意思？其实我的意思是希望哦，帮我在加总外面再加两个双引号。可是哦，这个时候就挂掉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看不懂，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告诉他说，这个是里面的双引号，有没有？这个是里面的双引号，他就看懂了。再输出的话会怎么样？你会发现哦。这个地方呢，它就变成双引号，有没有？OK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要脱译字源哦。
啊，另外还有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，在这个后面帮我换行的话，加上一个什么呢？换行啊，换行这边是要，你就在这边加一个反斜线 n，这个反斜线 n 意思就是 enter 啦，就类似像 enter 键哦。那我们把它怎么样执行的话，反斜线 n 的话哈，它在这边就有换行的作用，有没有？这边就换到下一行了。然后其他的话还有常用的像什么呢？拖曳字源比较常用的像那个反斜线 t，就是 tab 键哦，可能比较常用的啦。我看这个可能会比较这个单引号、双引号、换行跟 t 啦哦。啊，至于其他的话，可能用到的机会比较少，但是不是不用啊，只是说比较少用哦。啊，所以其他的部分的话，各位再加一下练习。另外的话还有加减乘除。加减乘除这个应该没问题，求余数哦，VBA 里面是用 mod，但是这边是用 percent，所谓的余数是除完之后剩多少了，OK，好，余数部分，啊，另外的话呢，取商的部分这个比较少啊，因为几次方，七的平方就是乘乘，哦，啊，如果七的立方呢，我可以试试看了啊。这个很多七的立平方哦，是这样叙述哦，哈，OK。然后关系运算子相等，特别注意哦，VBA 里面是一个等号就好，但是 Python 里面是抱歉是两个等号，OK。那 JavaScript 还有三个等号的嘞，哦，写法很多种哦，哦，两个等号是左边跟右边相等啊，哦啊，这个可能要记啊，不等于是这样子，大于这个其他都一样。只有这两个可能不一样哦，啊，不一样的部分可能要稍微记一下哦，哈，然后逻辑 not and or 这个我想跟 VBA 是一样的啦，哈，啊，其他的话还有 input 这个下一次上课哈，我们还会再讲，所以其他部分的话，我想回去哦，请各位呢可以先把那个讲义部分稍微阅读一下，那我们下一个礼拜呢就从再来就第二个单元哦，有关那个逻辑啦回圈可能会就讲到。啊，至于更详细的细节啦，如果你觉得哎，这样看这样好像不太够啊，不然你就把参考用书。哎，不过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，哎，会有没有一本书啦？不过如果没有，你可能就自己再去购买哦。OK。